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欢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讨论耶稣的两个比喻。大家常常以为这两个比喻是一样的，一个比喻是一千两千五千两，我们下次再讲。但是呢，还有一个比喻就是一锭银子赚十锭，管十座城。其实这个比喻是在讲奖赏，所以让我们直接来看圣经的经文，请看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一节。众人正在听着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上帝的国快要显现，就另设一个比喻说，请看下一页。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德国回来，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你会发现，十个仆人十锭银子，代表一个仆人一锭银子哦，跟我给一个人一千，给另外一个人两千，跟另外一个人五千是不一样的概念哦，是平等的。平等的一人一锭的银子哦，好，而且叫我们去做生意，所以弟兄姐妹，做生意没有比较低等，不是牧师是圣职，然后我在外面赚钱是平信徒是低等，没有，都一样，是只要是神要你做，就是圣洁，就是神呼召你，就是为神做工。好，我们看下面的经文。他本国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他既得国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还有，你看这个比喻里面还有一部分的人是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的，恨他的人哦。我们等一下看到后面的结局，再看下一页。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你会发现一锭银子赚了十锭，就会管十座城，懂意思吗？你等一下会看到一锭银子赚五锭，管五座城，这是在讲未来你要得的奖赏。我们是承受世界的，而上帝是宇宙的王，我充满着期待，有一天我们会管十座城。这十座城搞不好是十个星系，这个十座城搞不好是十个银河系，可能是十个星球，你懂意思吗？所以你这一生，上帝给你的时间，每一个人都一样，很像那一锭银子。你怎么管理你的人生，而为神赢得他要你做的事情，在天上你怎么用他给你的资源，你怎么用他给你的时间，跟每一个人都一样的一锭银子，你把它做成十锭的效果。你要管十座城，大得奖赏。我们再看下一个经文。第二个说：“主啊，你的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你会发现，如果你有机会去对比另外一个，一千、两千、五千，两千两赚两千两，五千两赚五千两，神都说忠心有良善的仆人进来享受我的快乐。可是这边讲的不一样哦，一锭赚五锭，管五座城；一锭赚十锭，管十座城。这边在讲的事情是奖赏。所以呢，我也祝福你，你一定就不要只赚五锭，一定最少赚十锭。我们再看下一个经文，路加福音十九章20-21节，又一个来说：“主啊，看啊，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还要去收。”你会发现，他觉得主是什么？严厉的人。我们看主真的有严厉吗？再看下一页。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还要去拿，没有种下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请问一下，老板聘你来，你唯一的工作就是把他给你的钱存到银行里面去，然后银行给了利息之后，这个利息算你的业绩，这种工作那么爽如果真的是这样子，老板干嘛要聘你？老板把钱自己存到银行，存自己的名字，还不会被 A 走。他根本就是找理由让你能够有业绩，给你奖金，懂吗？这样的人是严厉人，是残忍的人吗？你年终的时候，老板找理由加发奖金给你，这种人是严厉人，是残忍的人吗？当然不是。问题是你怎么看主？如果有人教你，有人跟你说，主是严严的对待你，要看你服事的成果，他要求非常高，他很严厉，你真的觉得这样子是对的吗？主其实充满怜悯跟恩典，他尽量要找理由要来祝福你。所以请不要看上帝是严厉的，他没有想要严厉的对你，他没有想要忍心的很残忍的对你。我们再看下一个经文，就对旁边站着人说：“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你会发现那个已经有十座城十锭还又拿到。我们再看下一页。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你会发现，如果你觉得神很严厉，神很残忍，给你东西，然后好像没有给你资源，要你一堆东西。如果你这样看神，
你就得不到那个奖赏，连你原本有的一点点都给了那个充满的期待，而且与神同工，一定赚十锭的那个人。但不用担心，你还是得救，他还是神家里人哦。因为你看后面，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王，唯一的万王之王，唯一使你得救的王。如果不要耶稣做王的人，到最后末世的时候就会被放到地狱里面去。所以我要告诉你，不用担心，你还是得救的。但是我鼓励你不要只是单单得救，我要你得胜有余，与神同行，做王掌权，荣耀上帝。让我为你祷告。亲爱的耶稣，祝福我们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只是得救而已，我们要得胜，而且得胜不是一定赚五锭，我一定赚十锭，我要管十座城，我要为主大大的发热心，但是是因为主的爱、主的怜悯，而不是因为一堆规条、规定、恐惧。上帝的爱与你同在，使你因为爱他而为他大大得人如鱼，改变自己的生命，大大荣耀上帝。祝福你与他同行，荣耀主名，多产倍增掌权。奉耶稣名祷告，阿们。